准备了六款解压神器，我也是。麻烦各位小伙伴帮忙看一看，到底谁能更解压？我的第一个抖音同款解压猪，你看，你可以任意的拉它、捏它，它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哎呀，不错嘛，手感挺好的。嗯，特别适合你这种压力大的人。我们压力太大，每天无处发泄。你是说我秃头压力大是吗？我的第一款是你没见过的，叫做彩猪解压魔方。人家猪你也猪，我这个猪跟你的不一样，我这个有六个颜色呢。对啊，你的跟我不一样，你的没我好玩。你往下看就知道了。你看，你可以通过撞动这些珠子，然后帮他们复原。你这不是解压的吧？我都觉得压力很大，老是搞不回去呢。你看，好难哦。切，那是你的智商低，你看我把它搞回来了。哎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我的第二款是一只弹弹球，嗨，你看，然后你也不用去捡球，它自己还会弹回来，懒人必备呀。你看，这只海绵的也不会突击打你。你的那个命中率真的很低耶。这没关系，我可以练习。不痛不痛吧。但是有点吓人。这个挺好玩的，可以去逗小朋友。那是我打你一拳。哎呀，好酸啊。原来解压是这么来的啊。是吧是吧，所以大家可以把票投到我这边来。没有，我的还没上来呢。给你看看我的秘密武器，比豆豆神器，先给它注入灵魂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我的解压之旅了。咦，好恶心啊。好爽，你看跟平时自己比豆豆一样。哇，身心舒畅，什么压力都没了呢。哎，几百年前我就玩过这个了，给你看我的第三款智慧树，看起来有点像棒棒糖，我演示一下怎么玩。挥，然后它就会有形状出来。挥，你这个叫智慧树，我觉得它可以改个名叫智障树。哪里了？你看，用手就能玩。对呀、啊，就很简单啊，你就解压了。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形态啊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走走走走走，看看我的解压三胞胎，你看多可爱，还能任意拉出各种形状。那你那样跟我那个猪也没啥区别啊。不一样，这里面装的是面粉，手感更好。还真的是耶，手感不一样。你这多少钱啊？我那个猪20块呢。哦，这个才几块钱。看来是时候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其实我是广场卖圈圈的。那你可以跟那个上面一样，这样放过来放过去。我当然可以啦，看清楚。喂喂，你有种放开你的手，要一个手放开的，对，他就会回过去。人家不是这样玩吗？你这个小孩子都会，三岁小孩都能玩好吧。我怎么开心怎么玩。喂喂，你要是在那里骂这个都好。这样一放开还不掉吗？掉你就接，然后再接，再接。你看你玩得多开心，是不是很解压？2块钱多值得。哪里开心了？我是苦笑，前面我都没认真，都是让你的。看，我现在使出我的杀手锏，网红风式跑跑的，走，带你去玩一下。哎，你这还不如我自己用洗洁精吹呢。哼，你这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你还有什么拿出来？给你看一个什么日本的网红玩具。平时大家不是会有上课玩笔的习惯吗？你看这个魔方就非常满足我们，它有各种各样的玩法，一直按啊什么之类的。没事了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拿在手上各种弹它，非常解压。你这个会被老师抓到的吧？声音那么响。那就送老师一个嘛，一起玩。老师会收才怪，老师会打死我，会告诉你妈妈，然后让你妈妈打你屁股。好啦，今天一共就是这十款解压玩具，在评论区说说你们更喜欢谁的。花田董大桃的，看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，我的妈，这更强，我还有好多呢。你干嘛？你这鬼鬼祟祟的干嘛？不要脸，偷偷跟我买一样的网红积木手机。你那个明显就是盗版的，我是网红玻尿酸呀。这里面啊可是有这么多的积木，说的你拼得出来一样。你开什么玩笑，要是我能拼出来你怎么说？你要是做得出来，我把头拿下来给你当凳子坐。我把头拿下来给你当凳子坐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首先把这些小积木倒出来铺开，按照这个图案来转，没有错的。本来我买的这个呢也是一只小鸭子的图案，但是我决定现在不按这个图案来了，我要用它们来拼一个小帅哥。大家搬好小凳子坐好啊，看好戏了，让我慢慢的把我的男神易烊千玺给他拼出来。干嘛看我啊？你怕了是吧？我是怕你输得太惨。太完美了，我已经快好了，而且我还能随时改变图案。给我5秒，马上完成。认真的就像路边贴膜的。看我的小帅哥，上面还有我的署名呢。我的更好看，要不是我小熊的名字难写，我也可以的呢。反正我拼出来了，是
把你的头放到我的屁屁下面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你拼出来的都跟图片不一样。看，这就是我输，下次看你怎么抄。哎呀，来，我带你们去喝几款比奶茶店还好喝的自调饮料。我就信你这一次，别等一下又要耍我。放心，你喝过之后再也不喝奶茶。先找一家便利店。现在我们来到饮料柜了，第一款椰汁，然后就咖啡，这两个是 CP 锁死。第二款蜜桃乌龙茶，不好意思，没有这款水，那换这个了，这个吧。它啊，它也是有很多的蜜桃的。白桃乌龙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冰淇淋，这对 CP 锁死。还要拿一个旺仔牛奶，抓一瓶出来，再来一瓶茶派，抓它，锁死。然后躲起来，让小熊熊跑。行了，现在回家制作。我希望恒王不会拉肚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药我已经给你备好了。哇，天啊，外面好热，好晒呀、啊！我们的冰淇淋快融化了。太阳大到什么冰淇淋啊？我们自己都融化了，快跑！啊，你这个拖累人，他老是拖不动啊！你为什么要穿这种鞋子又不能跑？不是东西，是我在拎耶。我怎么跑？你告诉我。那也没有很重啦。来拿。这么重，终于到家了，我现在就做给你喝、啊、赶紧赶紧，热死了。先来一个蜜桃冰淇淋，倒一点这个汁儿进去。好，这个颜值真的好高哦，把它拿出来。哦，它还有一颗爱心的，挖一大勺进去，多放一点。哇，你确定是能喝？相信我啦，我用人格担保，拿着来，我陪你一起。你人格不赶紧赶紧赶紧啊，这个。哇，奶香浓郁，有没有？那个桃子味好重。对啊，超好喝的。嗯，加上冰淇淋哦，好舒缓，是不是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 ，nice。第二杯正宗的奶茶，先挤一些椰奶进去，再放点香浓的咖啡，搅拌搅拌，一杯奶茶就好了。哦，是不是？嗯，比我喝过的奶茶都好喝，太好喝了。就是没有珍珠，少了几个珍珠，味道好极了。我觉得下次把那个椰奶换成纯牛奶会更，会更加浓郁。有道理。嗯，第三杯旺仔牛奶和柠檬茶，这个奶多挤一点，味道会更浓郁。整点乌龙茶，我好像喝到了一个茉莉的香味，是怎么回事？好好喝，我觉得这个配那个咖啡一定更好喝。它的喉咙有点回味。真的吗？喜欢吗？好喝。我觉得今天最好喝的就是这一杯白桃乌龙。怎么样？今天这个自制饮料的挑战？真的，我肚子有点喝得太猛了，肚子有点痛。你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拜拜拜拜，我要下厕所了。我看包包，这个少女心包包好好看啊，看这个好贵好贵，是多少钱吧？快要500多。三三三，别花这个钱行吗？姐弟做一个送给你啊，我要那种一针一针做出来的，很高端很上品。放心，我绝对轻松制作，你可不要忽悠我，大家帮我评估一下。OK， 我们制作少女包包所需要的材料就在这里了，少女们点个赞，文化店加油吧，开戏。制作包包非常特别哦，一根线的两头都要穿上身。你猜猜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包包呢？啊，天又黑了，先去吃个饭。今天也要回来啦。哥，你干嘛？你这还不如买台缝纫机，哒哒哒哒哒，一下子就缝完了。你那用缝纫机是没有感情、没有灵魂的，这一针一线才是爱，知道吗？走。太美了，我做了3天了，我这一杯手机猫看的包包终于做好了。我飞下，好好看哦，过年我可以飞这台就装上班了。跟着欢迎一起做少女手工，一起做新生的猪猪女孩。